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孔家，我是你们的小孔叔叔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们今天要来把工地上的一些沙子全部都装到我们的卸斗车里面去，装到我们这只可爱的卸斗车里面去。它是一只会自卸的自动卸斗车，哇哦，太酷了，真是太酷了。我们配合着我们的新来的挖掘机先生，现在我们要过来啦！哦，这是一只很巨大的挖掘机，这是一只超大的挖掘机，哇！挖掘机先生现在要旋转他的手臂。进行挖掘作业。哇，这个挖掘机挖沙的速度好快呀！我们把倒退，把它装到斗车里面来。我们继续挖沙子。哇塞，这只挖掘机的工作效率已经是非同凡响啦。天哪！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已经挖了1/10的沙子啦，整个工地的沙子都快被它挖完啦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挖沙子任务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的小型卸斗车要赶往它的地，它要去清倒沙子的地方啦。再见，喜欢的话请点赞并关注小孔家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孔叔叔。再见，佩奇，再见，再见，小孔叔叔。